可口可乐 Zero Sugar， 畅爽新滋味。是史上最好喝的可口可乐吗？试了就知道。我这个推完在20分钟，我就会撤。对，这台到时候会。我确认一下，因为我怕我会跟那个。怕有要排队撤。对，我怕我会跟他们讲，因为我自己会上来这边。OK， 然后我怕会提到。理论上待会30分钟后我就会撤到旁边那边去。那你之后，你这两天只会拍这个吗？还是说你会去拍？应该只有开场跟散场，所以散场我应该会再拍一个缩时。好，那我再请他们注意一下。Okay, 好，那如果这几天在拍的时候有什么状况，或者是有需要我们帮忙的，也都可以跟我们说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叫右成，对，没关系，反正有叫就好。好，没问题。OK， 好啊，谢谢。如果有需要帮忙，可以找你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。System, my description is the suspect. I gave him all the finger, then I rode into the sunset. I'm not a carpenter, a lawyer, a doctor, I'm not a waiter, or a teacher, or a cop, or a plumber, I'm not a tradesman, or an architect, an engineer, a pilot, or a mailman. I'm something that don't fit into the pretty well game. I'm me.学一下怎么拍，就是多拍就是这样，就是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对。那如果这里的话，要怎么拍才好看？然后干嘛？我觉得那个下面人刚好上有光，就像好，就是我觉得这样勾轮廓，看那个人好，对，蛮好看的。可以放最大一点。如果待会有人在表演，你再拍上；现在没有，你就可以拍。哦，所以他有表演就往上拉，这样子。就是看你的主角，因为现在上面是广告，我不是想拍广告。哦，没有，反正没有啊。等他开始的时候再拍。对，蛮好的。对，反正就是多拍。哦，多拍，这就是技巧。多拍，放多的那个素材，真的是多拍了。对。好想学哦，拍照，我觉得。拍得好，很好看。你就多跑啊，从上面就待会各个角度都拍一下。就去加最靠近那边，然后拍观众，那边也蛮帅。好像，对，很棒。